各位战士，准备作战。准备好要打一场了吧？总统已经挺身而出，看来免不了大战一场了。战斗即将开始，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为了艾尔。知道了。你最好可以忍一忍。选择天赋，这招看起来很厉害。你烦死了。各位英雄，收集贡品，就能获得我的青睐。了解我的厉害。敌人死亡。我想，我果然是我父亲。撤退。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选择天赋。小心一点。
你烦死了！这场胜利实至名归。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你们获得了我的青睐，各位英雄，让你们的敌人尝尝我的怒火。压得漂亮，万象界域变得更安全了。知道了。摧毁了一座堡垒，选择天赋。来吧，享受我的力量，还有我的痛。大胆的战术。诅咒消散了，你们现在明白诅咒的威力了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找麻烦？敌方堡垒被摧毁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能赢。走，让那群回水佣兵服从我们。双杀！你为什么非要找麻烦？学府哥，好吧，来吧，连杀！打得漂亮！我的任务结束了。不了解，谢谢你帮忙。我招募这些佣兵，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事出必有因。总算有进展了。
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应该来占领这座佣兵营地。选择天赋。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总算有进展了，打手就对了。滚！治疗者，谢谢你帮忙。事出必有因。亚尔纳，双杀！我们得撤退了，厉害！走，让那群回水佣兵服从我们。哇，感觉好多了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舒服多了。连杀！感觉好多了，需要计划一下。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样。舒服多了。感觉好多了，敌人不是更好可怕吗？选择天赋，英雄
你们中了诅咒，你们能撑过去吗？敌人死亡，厉害！挺身而出，一人摧毁了一座堡垒。我们要守住这座堡垒。你烦死了！够了，诅咒结束。希望你们把握了刚才的机会。你的连杀中断了。反正他们就是仗着人多嘛。我没这么容易放弃，知道了。治疗者，谢谢你帮忙。你为什么非要找麻烦？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少是一桩。怎么逃跑了？战士，我们失去了一座堡垒。总得有人挺身而出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
得真过瘾。你嘞？帮我招募这些佣兵。看来无痛，容易别人带来好处。这感觉好多了。这家伙让我很火大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应该来占领这座佣兵营地。知道了。结束的时候，我的名英雄很爱你，快解决掉！如同预言所尽，要塞摧毁了，这场胜利实至名归。要塞摧毁了。名归。